快准备歌曲来咯。同学，这首歌分为 A、B 两大段、哦、A 段的左手我们来看一下、啊、降 A 它其实就是一个瞬间往下，然后升 F 一降一，然后降 D 又回到一、啊、这边做一个降 B 跟降一、啊、所以合起来是，然后回到这样八个就完成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右手的部分、哦、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和弦降 A minor， 然后第二个和弦降 E minor， 然后呢又回到第一个和弦降 A minor， 然后又降 E minor，、哦、所以它一直在反复，然后降 D minor， 又回到降 E minor， 啊，这边做一个降 B minor 7减五，然后降 E。这边也可以转位，好，这样就完成 A 段的和弦。好，来我们来看 B 段、哦、一样跟 A 段有很多很像的。好，第一个和弦一样是降 A minor， 然后呢这边做一个 B 和弦，好，这样做也可以，这样做也可以，两边都可以。好，那这边做一个一样又回到降 A minor， 但左手要跑到 E， 好，然后又是降 B，、又是 B。好，然后降 D minor， 再到降 A minor， 好，这边一样又是降 B minor 7减五，然后再到降 E。好，那结束的时候这边颠倒，先降 E， 再降 A minor， 好，这样就完成 B 段的和弦。好，如此反复就可以完成了。